Sometimes this feels like an ending of a movie. If I'm just dreaming, then I'm hoping I can stay asleep. Know that no matter what, after the closing scene, I'll be the only one to love you in my dreams. Sometimes it feels like I'll never have enough of you. 我们开一下这个柜子。都是我跟我室友的东西，大部分应该都是我的。趁我室友去上课的时候，把这一区整理一下。新的一年还是没什么长进，就好像山一样。今天再做一个非常有效的运动。说要不要干脆不要出门了，毕竟我昨天才刚回来，刚刚我的包包就打翻了，我就看到这个我的网络，所以我现在要出去办网络。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在我的房间翻到咖啡了。来一个简单的 OOTD，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长袖 T， 然后穿一个羊毛的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裤裤。今天地板好湿哦，好像要穿错裤子。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脸好像一直有点曝光的感觉。我觉得最好吃的韩国的鸡鸡胸肉炖白菜。我刚刚本来想要煮金针菇的，结果一打开它有酒味，是一股发酵的味道。因为白菜会焖出色，所以它其实只需要加一点点的第一集。这个就是很回甘那种甜甜的那种汤。Next day， 刚刚已经给自己一杯咖啡，汤。我超喜欢吃的麦片，它是高蛋白的。整理了，我打扮一下。okay.
뭐 하는 거야? 아빠 라면을 찾으려고. 뭐가? 뭐 먹으려고? 라면? 우리 어디 갈 거야? 응? 우리 어디 갈 거야? 어디? 어디 갈 거야? 연남동. 연남동. 타일랜드? 有什么想喝的吗？ 有吧。 啊， 你说。 好像没有我想喝， 那我要去看看有没有。 巧克力。 狗狗。 那已经变形了，快冻成雪了，好冷哦。然后还买了一个收物，结果根本就没有很温暖。我们现在终于要到我们要去的咖啡厅了，超级远的，走了半个小时吧。坐两个地铁站。我们现在是南跟天，哈哈哈哈哈，终于到了，耶！ 我们的美好面目，我们的公车要来了，我们现在去吃饭。我刚刚要跟圣诞树比这个，我们刚刚拍出很美的照片。 对吧？因为这个公车上只有我们呢。下车，我们到了餐厅，Go。 第一次进来望洋市场里面，可是都关了几乎。超想吃的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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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t day. 네, 택배 왔습니다. 我从来没有甩锅的时候失手过，大概就出现在2021年12月31号了。第一次看到自己出现这个 trouble， 我可以甩一次吗？不会啊，我从来没有控制错力道的。我们现在要去光化门。6点。我们原本约6点的时候，我们现在还在打起了美好的2022的最后一天。哇！
都会很热闹的说今天什么都没有哎，一层这里下面是满的那种。我们下一个行程要直接去朋友家，去朋友家。Go！这好好喝，我们要买一罐回家。7:57，倒数一分钟，我在一个很暗的地方要跨年了。10秒了，剩10秒了。5、4、3、2。你也要戴兔兔帽哎、来给我。我们家是叫年生兔子，我的叫温兔子啊。好可爱哟、天哪！台湾时间的跨年，已经到了。哎，为什么我们已经到了？耶、第二个新年快乐！又跨年了，我们跨两次。好开心啊！